地球的点缀，Russian 的 YouTube 个人频道。王国王、黄鼬狼、白蕊梦，第108天的相处情形。王国王刚刚在做大爷。王国王跟黄鼬狼最喜欢两只靠在一起。白蕊们不敢离他们太近，因为鸟种不同。鸟种不同，白蕊们是比较小型一点的鸟，所以要保持一下距离。王国王与红鼬狼，王国王与红鼬狼依旧两只喜欢黏在一起。他们的习惯性就是这样。白蕊们，你的屁股等到尽头。当鸟就是不用工作，可以成天游手好闲，然后两只就互相黏在一起。国王非常的忙，没时间理红秀了。2023年3月3号，Russian 与住家拍摄。还人骂了屁股，等到尽头。王国王与红鼬狼第108天的相处情形就是如此，依旧是一样的生活习惯，结束。